边听好多年，曾经一部电影看好几遍，温习多少遍都不会倦。一台游戏机用多少人的记忆，一台卡带机听多少人的回忆，一本相册里记多少人的追忆，历历在目的痕迹。那时的我慢慢慢慢慢慢慢才到目的地，回去欣赏沿途风景去着迷。最好的80、90后岁月不及等候，偶尔也开始举杯怀旧，听的还是那些歌手三两二十的朋友，原来这就叫做足够。最好的80、90后过了三岔路口，原谅我们也逐渐成熟，往事虽能倒背如流，但依然笑到拍手，我们和青春不说分手。是的，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才到目的地，回去欣赏沿途风景去着迷。最好的80、90后岁月不及等候，偶尔也开始举杯怀旧，听的还是那些歌手三两二十的朋友，原来这就叫做足够。最好的80、90后过了三岔路口，原谅我们也逐渐成熟，往事虽能倒背如流，但依然笑到拍手，我们和青春不说分手。我们都拥有家人独享的愁，想的惶恐、有时候会任性冲动，也有固执的懵懂，这就是我们是。最好的80、90后岁月不及等候，偶尔也开始举杯怀旧，是那些歌手三两二十的朋友，原来这就叫做足够。